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欢迎欢迎小凯，来，小凯刚刚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喂喂喂，各位下午好，我是王俊凯。你知道吗，小凯，大家真的是等待已久，因为我今天早上大概是10点钟，我到这个场馆外面，我就看到有好多很热情的粉丝在外面等你了。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作为我们蒙牛早餐奶的代言人，此刻来参加活动，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现在非常开心，因为今天也是因为蒙牛早餐代言，蒙牛早餐奶，所以才来到现场跟大家一块见面嘛，所以说，非常开心。那么这次也是很荣幸能够跟他们合作嘛，然后因为这个奶为早餐，这个麦怎么跟我演唱会上有点像？谢谢。因为这个早餐奶呢也是为早餐研制的嘛，所以说平常早上也会喝。那么今年他们是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叫紫薯牛牛的，添加了紫薯、燕麦、有牛油果很多营养物质和膳食纤维。我觉得应该要把两只麦克风架在面前，这样非常隆重，对吧？然后才能把这个每一个都说得很清楚。来来，小凯，没关系，谢谢。然后补充身体营养的同时呢，又能够让人充满能量，然后元气满满，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生活再忙也要不要忘记吃早餐。好，其实小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这个粉丝朋友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想来到现场见证我们优质的 idol 与优质的品牌这样一个结合，并且推出新的这个口味。那么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其实我们之前是有做过征集的，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你，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场合我们一起回答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啊，请看大屏幕。第一，请问小凯最喜欢哪一个口味的早餐奶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紫薯、燕麦、牛油果的口味。我知道了，小凯喜欢什么你们就是加10的喜欢，对不对？好，下一个问题，来，我们都知道小凯之前一直在闭关拍戏，出关之后这段时间你都在忙些什么？因为之前有很多落下的工作嘛，所以其实出关之后呢，也是在赶之前一些已经商量好的行程，对。就是也还是要一边处于工作的加速度，一边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对，只要喝早餐奶，身体就倍儿棒。说的棒棒的。来，第三题，我们看一下有粉丝想问到的最近最开心的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希望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跟朋友们一块出去旅行比较印象深刻一点。这是第三个哈。来，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是什么，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关心的，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和惊喜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最近的话也不能说是什么，应该就是跨年的时候跟大家会有一些见面，舞台是一个新的舞台见面。对，跨年的时候会有新的舞台，而且我加上一个形容词，就是一定会有很精彩的舞台跟大家见面啊，让大家好好等待一下。刚才呢你没上场之前啊，我就是带你跟大家说想不想要福利，大家都表现得格外热情，我觉得现在此刻我们答应了就要把这个福利给奉献给大家，好不好？首先请听好，大家一起回答我一个问题，小凯的生日是哪一天？谢谢你们提醒我。9月21号，所以此时此刻我们9排21号的粉丝朋友，看自己的手环啊，9排21号的粉丝朋友，我们送给他一张蒙牛早餐奶的奶卡，我们工作人员直接送给他。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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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接下来呢，有没有自认为不？当然，我知道在场的所有人都对小凯是非常的熟悉的，除了非常熟悉之外，自认为自己游戏能力很强的朋友。好，那我们马上。听好，马上我们这个福利就很直接了，小凯在这个舞台上将会直接担任游戏的裁判，我们将会通过2个游戏邀请粉丝直接上台来比拼，
获胜的朋友，听好，获胜的朋友除了可以得到我们的蒙牛早餐奶新品之外，还有机会获得小凯的签名照，好吗？小凯可以吗？可以可以。我以为小凯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答应了。好，那小凯请你先到我们的裁判区啊。这样请听好，首先我们要来玩第一个游戏，叫做音乐达人。我们将请上三位我们小凯的粉丝朋友上台，先请看我们的小程序，我们将直接摇号请上三位幸运的粉丝朋友。好，准备好哈，大家看自己的手环啊，手环上面会有编号的。来，请我们的大屏幕滚动起来，摇出三位幸运的粉丝。五、三、二、一，停。好，请这三位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我们的这个台上。来，这个游戏怎么玩？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马上呢，我们将会随机播放音乐，当然这些音乐都是小凯的音乐作品。我们三位同学请来到台上，当你听出来的时候马上举手示意我，最快的那位同学将会获得接唱的机会。那么小凯作为裁判将会进行公布到底是对还是错，好不好？来，我们工作人员来到台上吗？在这边呢，我也要提醒所有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一定要都戴好口罩，好不好？我们也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个安全。来，工作人员指引一下，我们三位幸运的朋友可以来到台上了。来，有请有请有请。好，来，有请有请有请。好，小凯，你作为裁判，虽然你一直都很宠爱自己的这个粉丝朋友，但一定要公平公正，好不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我们接下来呢准备一下这个游戏。小凯可以到中间来哈，来来来，小凯请到中间来。待会儿是这样的啊，待会儿是这样的，三位，当我们音乐响起的时候，如果你们知道的话，马上举手示意，好不好？然后我会把我的麦克风递到你们面前，你们就直接告诉我答案和接唱。好嘞，好，来，小凯，来来来，我们还是到这边，让我们这样公平一点啊。几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来，我们的音频老师请准备播放第一题。三二一，知道马上举手。好，停。词不达意。词不达意，你会唱吗？会，简单的几句。那你就不用这么谦虚的，简单的来几句吧。那我就不谦虚的来几句吧。我希望就是在座的各位粉丝跟我一起唱好吗？给我起一个头。我以为你还有获奖感言呢。我以为他要 rap。 请大家帮我起一个头好吗？那小凯你要起头吗？你怎么这么多要求？不，给大家起一个头，为大家起一个头，谢谢。讲实话，我有点忘记这首歌的歌词。好，这样，他既然这么有信心，来，我们大家就帮他起一个头，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如果你对了，那你这一轮就是获胜的啊。好，来，预备起。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谢谢。好，请我们的裁判公布。小凯正确吗？应该正确吧。应该如果要算歌词，我只能说应该正确。应该正确的。好，我们这一轮的答案是我宣布正确，恭喜我们这位同学，你将在这轮当中获得我们的小凯签名照一张，待会儿工作人员在台下会递到你的手上。好，另外两位同学要加油了啊！来，我们的音频老师准备第二题，请播放。 OK， 好，摩天轮的思念，请演唱几句。我想我还在等你说早已不可能，星空下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崩溃，霓虹灯绕一圈，我们就要分别，留给的爱停在梦里开的
正确。不仅正确，而且完成的这个也太棒了吧！小凯，你的粉丝都是这么厉害的吗？对，颜又高又能唱，好，恭喜这位妹妹，你也会获得一张签名照啊！现在还有中间那位同学，你要加油了啊！待会儿万一就你没有拿到的话，我都会为你遗憾的。好，第三题，准备，最后一轮。是有人可以有两张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他们两个人再答对的话，我们会加赠他们一张奶卡，好不好？来，请播放第三题。好，你们三个是商量好的吧？都很礼让，是不是？好，来来来，到你啊！这首歌是什么？生长。来，请演唱几句。一路上的风光依然在心底缓缓流淌。我语言不全。这是真正的一个说唱选手。所以小凯这一轮的答案是正确的吗？正确。恭喜他们三位，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三位好不好？虽然我知道你们都很柠檬，来，恭喜你们三位。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台下工作人员来领取你们的奖励了哈。辛苦，谢谢你们的参与。哎呀，我看出来了，大家对于你的歌的这个熟悉度都非常的高。他们平时会录这个，比如说唱你的歌的语音啊，发私信给你吗？哎，你为什么笑得这么会心？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基本上那个太多条我都浏览不过了啊、哦，因为大家都特别热情。对，好，我觉得私信或者说留言，一方面是用来看的，另外一方面是用心来感受的。大家这么热情，时时刻刻都产生共鸣，对不对？第一轮游戏大家玩够了吗？哎，没关系，已经结束了。好，我们这样，我觉得玩这个呢是难不倒大家的。那这样再加一轮，好不好？同样有签名照和我们的这个奶卡送给大家。这一轮先不说要玩什么，我们要请上四位同学。我们依然用我们的小程序，摇出四位幸运的朋友来。准备好，我们让他多滚动一下。来，预备，滚动起来。小凯，你喊停，好吧？停，他已经说停。124、299、333、366，四位同学请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指引之下来到台上。哇，这一轮呢跟大家说我们要玩什么。这一轮我们要来玩的游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来比划我来猜。接下来请我们四位同学上台来。小凯请到这边来。来，我们四位同学到台中间来。来，注意安全。四位同学呢将两两进行分组，我们待会儿每一组将会有一分钟的答题时间，达到最短的时间一分钟时间答得最多的那一队是获胜者，获胜的两位同学同时获得小凯的签名照，听明白了吗？还有一位同学来，有请。好，我们工作人员确认一下手环，没错，没有问题。好，有请四位参赛者，现在可以两两自行分队，你们有比较看得顺眼的吗？真的互相认真的打量了一下，哦，你们根据衣服的颜色来的，对不对？好，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两两分组，这样我们两位穿格子的，就是妹妹是第一组啊，两位穿红色衣服的是第二组，我们第一组先来，一分钟的时间，谁来比划，谁来猜，你们先自己决定一下，谁来比划？好，你来比划啊，来猜，这样。比划的同学请站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位同学不能看大屏幕啊。另外两位穿红衣服的妹妹可以到稍微台侧一下。我们一分钟的倒计时，现场工作人员请帮忙计时。一分钟的倒计时，答对更多的那一组是获胜的。准备，预备备，请看第一题。哎，不能说话，几个字，两个字。路。什么？不对，脚不对，鹿角，鹿角不对，牛角也不对，天，要不知道可以过，要不知道可以过，灯，他非常的执着，必须要比出来，灯，哎，圆形，太阳，太阳进了。太阳进了，
第一个字是对的，第二个字是对的，阳啊，第二个字在我们这道题的第一个字是对的，阳什么？阳光光、啊、阳光对，阳光对，好，第二题，第二题，快快快快快 ，OK， 来。力是对的，飞什么力？什么力？超人。哎呦我的天，活力对，活力对。来，我们第三题，第三题。OK， 好，马上啊，倒计时了，十、九、八、七、六、五、四，漫画。时间到，恭喜你，所以第一组我们答对的题目是三道题，来第二组就位，第二组就位，应该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吧，如果实在不知道就快点过好吧，不要执着于是牛角鹿角还是羊角，好，请开始计时，几个字？三个字，这是一个动作，哎，打开门，关上门，摁一下。加热。加热有点近，三个字，三个字。烤东西。答案呼之欲出。微波炉。微波炉对，好，第二题，下一题。哎，大家好像都很胸有成竹啊。这是什么？超人不对。路飞对，好，下一题，下一题，快快快快，加油！哎，这什么动作？购物。几个字？购物。两个字，跟购物有关系。拿东西。在哪里购物要拿东西？超市，超市。超市对，快下一题，下一题。这是什么？三个字，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我们先把掌声给到我们两组。所以刚才他们答对的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三道题目。那这样，我们老师准备一下，我们直接切最后一个，然后两组同时比划，同时猜。答对的那一组是获胜方，最后一轮算加试，好不好？请两组刚才就位，谁在猜的依然回到原位，谁在比划的，老师直接准备我们最后一个题目，来，预备，开始。要不我先试一下。微波炉。哎，有人说到微波炉啊，我听到。加油加油，我把麦克风给到你，来来，我把麦克风给到你。微波炉加热奶，进了进了，六个字，微波炉早餐奶，差一个字，差一个字，微波炉可微波早餐奶。掌声送给他，送给我们中间的这两位可爱的，送给我们四位都要一并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恭喜我们中间获胜的这两位朋友，恭喜恭喜！都可微波早餐奶，小凯刚才说这也太难了，我都得要睡一觉。来，我们恭喜四位，我们中间的两位就是我们这轮的获胜者，他们都将得到小凯的签名照一张，另外两位妹妹也能得到我们小凯代言的蒙牛早餐奶的奶卡，再次谢谢你们，谢谢，找我们工作人员领取，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你们是准备真的让小凯在这个台上给你们送一整下午的福利是不是？好了，我觉得因为小凯今天来到这里的身份是我们蒙牛早餐奶的代言人，把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也同样是一种福利。刚才我们加试的这一轮题目当中呢，提到了这个可微波早餐奶，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把我们的微波炉以及我们的奶推到台上来，小凯将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因为是这样的，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奶都是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的，但是我们的蒙牛早餐奶是可以的。
现在请我们工作人员来演示一下我们在微波炉里面加热一分钟，因为冬天非常寒冷，我觉得不单单是早餐，全天都时刻需要我们温温暖暖的奶给大家注入更多的活力。我们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把它加热一下，请小凯拿着我们的蒙牛早餐奶来帅帅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祝大家平安夜快乐。小凯，你觉得刚才那可微波早餐奶，你在看到的第一反应是我要睡了，你真没想到粉丝表现得这么好。哎，如果可微波你会怎么，你会想到什么动作？可微波，可微波，我应该会搬一个微波炉上来。直接下台去找微波炉可还行。好，我们看一下啊。好，差不多，我们就打开吧。好，来，我知道太烫了，我已经把它先捂到熟悉的温度，好不好？来，小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蒙牛早餐奶呢，是在冬天充满了营养，也充满了温暖，在这种时候给到大家，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注入满满的活力。是的，嗯，好，来，谢谢，来，请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记一下那个妹妹的这个号码，待会儿我答应一定送给你，好不好？好了，因为今天呢是平安夜嘛，今天我们一起来过平安夜，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特殊时期，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大家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现场见到小凯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福利，来，请我们工作人员推上来。这个蛋糕是我们蒙牛以及小凯特别为我们所有可爱的粉丝们来准备的。那小凯，现在呢有这么多的现场的朋友，300多名来到现场，同时有千千万万的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借着平安夜之际，你有什么祝福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希望大家平安夜能够吃到好吃的苹果，然后呢许多愿望都能够成真，然后每天开心，心想事成。天天开心，心想事成。现在我们想要跟小凯来现场大合影的朋友，举起你们手中的应援棒以及手幅，请我们的摄影老师到台上来，用你们最大的热情，最灿烂的笑容，我们留下这个瞬间，好不好？来，大家把手中的手幅举高。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再一次谢谢小凯今天在现场跟大家的分享。那小凯刚才也说了，接下来首先包括跨年会有精彩的舞台，其次呢，接下来正在处于一个工作加速度的时期，我们希望你把这个好的作品，然后最快的时间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见面，好不好？好的，没问题。那个，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说新年快乐，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小凯辛苦了，可以我们稍事休息，拜。哎，等一下，